个手机了呀。一个没进行啊，还一个没放，哎，都放都放都放了都放了。朝低空冲上，大油门朝低空冲上。牛逼，倒飞通常这是个马的事。哇靠，韩民带我去玩了几次，到那还是好酒好脸好照的，专门派个飞行员陪着我飞模拟舱。喂，这个他就是捡起了模拟舱。你没打款呢呢？你没打款呀？弟弟们在那操蛋了。飞了太爽了，穿着空就不一样了。嗯，爽完了。